最终评论与您平心而论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中平。今天是俄乌军事冲突进入到第105天，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俄乌的和平还有多远。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已经是系于一身，也就是泽连斯基。泽连斯基如果能够放弃自己的荣辱得失，那么这个事情或许能够尽快变成现实，也就是俄乌之间迎来和平。你看，泽连斯基就指出，如果要想恢复2月24号前的控制线，那么双方之间才可以去谈判，才可以谋得和平。这个话的意思是，乌克兰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收回所有的领土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没有办法谈。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和普京开展和平谈判，但是他也指出，胜利应该在战场上取得，但是这个呢，几乎是不可能。他又希望呢和普京进行一场对话，那么这场对话呢应该是双方之间的领导人开诚布公的去谈，但是作为泽连斯基来讲的话，也希望西方还是要加大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。来看一看外部的势力，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表示，不要强迫泽连斯基和俄罗斯签署不利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，其实是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和平协议，所以外部的掣肘因素也是非常非常之多，包括德、法、意这些国家呼吁俄乌之间停火，要谋得和平，但爱沙尼亚总理呢就坐不住了，说现在为时尚早。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，有一些国家呼吁和平，有一些国家是反对和平。不仅如此，泽连斯基呢再次指出，由于自己的军队装备不如俄方而无力进攻，所以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，先进的武器装备，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来给乌克兰军队。白宫呢接过来这个话，就指出将会竭尽所能让乌克兰处于实力的地位。什么叫实力的地位？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。但我们不得不说一点的话，现在的泽连斯基是很难和谈呢，很有必要，但作为泽连斯基，他现在要妥协的话是非常的痛苦。同时呢，英美这些国家呢也是不甘心失败，一旦谈成了和谈，达成了协议，做出了妥协，英美的战略拿乌克兰来制约俄罗斯的战略就彻底失败，其结果是什么？将会是以土地换和平，以土地来对抗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，这个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。同时我们知道，作为泽连斯基来讲的话，是不是还能打下去，关键在于两个支持度，一个就是国内的支持度，另外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度。如果这两个支持度越打越低，泽连斯基将很难再撑下去，所以能不能打下去，关键是内外兼修，这个很关键。如果坚持下去的话，对俄罗斯会有利，也就是俄罗斯将会得到更多的土地。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，无论是之前的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到现在的第三阶段军事冲突、军事斗争，俄罗斯都不断的在获利。作为西方和泽连斯基呢，必然如果遇到失败，遇到目前这种窘境，肯定是相互埋怨，彼此推责，这恰恰体现出来彼此呢都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。和平的时间节点呢，我们可以看一看2022年年底，也就是等下一个冬天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一看究竟情况如何。但是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，就算和平了，那么很多乌克兰地方武装也不会轻易的去举起和平的大旗，也会不断的对俄罗斯军队所控制的地区实施各种袭扰，因为俄罗斯拿走的是这些地方武装的地盘，那么他们呢也会和俄罗斯继续来打游击啊。所以和平确实不容易看到，尤其是长久的和平。好了，今天晚上8点，抖音、头条、西瓜，我们直播，不见不散。